廣州、深圳、武漢同埋上海 K11 陸續都會開宋洋美術館，咁廣州會係佢嘅第一站。對於宋洋美術來說，我們的 slogan 叫宋洋美術未來美學，我們希望能夠在現在這個時代尋找到一些可以真的可以改變這個世界，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的一些內容和力量。入驻这个宋洋美术，然后的话呢，在 K11 的话，对我们传统文化来说是一次比较伟大的尝试。老师的泼墨泼彩的这个版画的话呢，它就是把中国传统的笔墨和西方艺术的色块融合到一起。可以说的话是近代艺术家当中的一个首创。